官被人拐到山洞里，让我们救了回来。哎，我们救到了。真义有这么巧？好吧，你们要什么说吧。见义勇为是少林弟子分内的事。哦，你们真的什么都不要？哎，要啊要啊！啊，机会难逢，你看。巡回石棺，要牛有牛，要金有金，要凤有凤。爹每天晚上对月成叹，我看他是六根未净。 哎，是啊，还有二叔呢。好吧，既然你那么客气，我们不要金，也不要牛，只要大凤、二凤。还有，还要什么？尽管说嘛。还要老伯传授一套武当剑法。哼，想得倒真美啊！果然不出山人所料，小人，你，又是你这小子干的好事，居士。 你一片好心收留他们，得到什么？恩将仇报。原来是你，放肆！滚！居士，你再不赶他们走，菩萨也保不住你了。滚！回去告诉你爹，从今以后不准住在龙河对岸，管得越远越好。哼，恩将仇报，我们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走，走，走。 走好啊，不送了。哼，牛鼻子，别得意太早。三姐，他们都走了。 这糟老头，要金有金，要凤有凤，杀！